分得清楚吧？哦，那个鳟鱼是水没有干净，不是含氮，是没有办法生存。所以它那个不是河川，那是水沟啊，哦，可以这么的干净。哦，那走道不想走，我到时候会教大家怎么弄。虽然图给你们，可是你只要听咪咪怎么讲，出来怎么走。啊，走到不想走，看到马路左边啊，再看到这个，看到马在往左边，就会看到这个哦。